就两个字，一横一竖，对的站着，你说对吗？接了我大师兄的班，主事中华武士会，爹这辈子做了30年的面子，我是老了，新人要出头，我的班他接了，当然得大家认可才行啊。挑一个吧。好功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叶问。你在北方的老哥们儿都不赞成这场比赛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那可是回不了头的。宁可一丝计，我在一丝听，回不了头。那我公家的东西就不能留在你的身上了。我是金小看着我父亲跟人交手长大的，在我爹身上看到的不是招，是义。有的成了面子，有的成了理，都是时势使然。